同学们早上好，今天是2020年2月10日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春节假期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参加2020年春季开学典礼，为实验加油，为武汉加油。无声战争，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。愿所有在外奔波的人都能够安全回家，愿所有高三学子都能圆梦2020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武汉本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无论是在抗疫一线，还是留守在家的我们，大家都在努力。我们相信武汉绝不会因疫情而暂停。武汉加油。这就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学校，多么希望能够早日回到他的怀抱。武汉加油，11班加油，2020高三加油，武汉加油，我们众志成城，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向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致敬。待春暖花开之时，我们都可以走上街头，不用口罩，繁花与共，武汉加油。武汉，中华民族都经历过风风雨雨，也终将迎来属于我们的胜利。在此祝11班高考大捷，也为武汉加油，祝武汉早日冬去春来，春暖花开。隔离病毒，但绝不隔离爱。有一种最好的药物叫做爱，有一种最好的抗体叫做爱。武汉是一座可以绝地反击并且坚持到底的英雄城市，我们相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武汉一定会战胜，武汉也会比从前变得更好。2020届学子们，你们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届，你们注定是肩负使命的一届。希望你们多一些努力，多一些坚持，多一些信念，多一些感恩，勇往直前。灯已逝，春可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加油，高三11班。加油，实验中学！加油，武汉！加油，中国！我们相信，在团结奋战下，武汉一定会重现美丽与繁华。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，让我们同舟共济，共克时艰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必胜！我在河北保定，武汉加油！我在武昌，我为武汉加油。我在湖北宜昌，武汉加油。我在潜江，武汉加油。我在湖北武汉，向奋斗在疫情攻坚战的人民致敬。实验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我在武汉，武汉加油。我在武汉，武汉加油。高三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